看节目给你超多笑料，看我给你一桌好料。来吧，营业中推出美味的料理，每一道食材都是精挑细选，慢慢洗呀、挑啊、切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只要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享受到一整桌的老屋精选名菜，而且直送到你家餐桌，就跟到店里吃一样。别让你的口水白流，赶快上时尚玩家购物网去买哦！好吃，超好吃！你看爆浆了，哇！大哥，你都没有跟外面的人聊天了，我来洗了。龟没有，还没结束。龟总共有十几个要上，现在十几个。对，你是红酒炖牛肉是？对，都一次。我刚把夹子放到洗衣篮，洗衣篮，洗衣篮在哪里？我胡言乱语，我把那个夹子放到洗手台。今天肉好大哦，好想吃哦。这口罩好，不要了，老豆。这口罩，天动什么？今天身边的气体在跟我作对，现在是氮气瓶。我会被他气死。然后现在是我的口罩。阿伟，你今天完全很有点慌乱感。阿伟，你今天老婆来真的，我今天有老婆来真的有差。我真的还好，真的吗？我看起来很慌，可是就是你那个好像反应出来，对，反应不，今天反应不 OK， 不好。是吗？今天是汗颜阿伟，因为一直在流汗。就五个而已啦。对对啊对啊。帅哥美女们，你们的面上。我想要，这是谁的皮夹？怎么会发现？对，在地上。好，他先来。看到，拾金不昧。哦，你不要胡萝卜的 ，OK。你才在想嘴。可以帮我跟宇浩说他在挑食吗？我现在就是跟宇浩说。对，跟宇浩才念他。怎么用胡萝卜？宇浩，你车队的车手挑食，怎么了？他说他要一盘没有胡萝卜的。哦，好，鬼鬼。你们车队叫我进来跟你告状。怎么了？好。一盘没有红萝卜是吗 ？Yes。好，鬼，你走开哦、喔！你这样我没办法摆、欸。你先来，要留一个空间给我的。这。然后抹布，小心。来，来吧。来吧，营业中。哇，特制的来，特制来的。还没有。热的面已经化开，里面全部都是红萝卜。没有红萝卜。如果不够的话，他们说。都还没再加，好，谢谢，绝对要再加了。我觉得这个用面比较好吃，上次是吃饭，我觉得用面更好吃。是啊，嗯，对啊。可以倒一杯酒，我们帮我倒一杯酒。帮谁？帮谁倒？喝酒，好，你要喝酒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要喝什么？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，我真的不能喝啦。哎，不要！走出来，他喝一杯就不行，就倒。不是一杯，是一小杯，这样子一口。那我给你一点点米酒。但也蛮好笑的，可以。不要了，就会播出，蛮好笑，蛮好笑。不要了，再晚一点，再晚一点，再晚一点。他说五分钟，他就会，他马上就醉了。再晚一点，你要最后。我说你醉啊！不要，捡尸。哇，第一个笑话哎，好开心，好烂，好烂，一整天第一个笑话。他其实在放闪就被讲成笑话。你们的，这是红酒炖牛肉，谢谢。来，你们刚吃的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等下还有甜，请用，谢谢。期待巧克力泡芙，你要先吃吗？我要，不要，你要吗？我要等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好，那我先给你你的，因为我现在快睡着了。快睡着了，快起来跑一跑。不行，我吃饱了，有点想睡觉。想睡觉是不是？像你要听着大睡要走一走。楼上有星空帐，或是你们也可以到康哥家做客，很远啊，很远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内湖，哎，内湖帮的好不好？内湖帮的住六段，你说我也是六段，去哪里？It's alright， 不离弃的卡扎。好，我对。
太详细，太详细。你什么时候愿意的？你顺便先吃啊，要顺便抱一下。